由吴思贤、向杰如主演的最新周日偶像剧《网红的疯狂世界》日前举办网红派对，只是身为男主角的小乐却在活动前临时请了假。今年很抱歉，就是人早上去了医院，然后现在在休养当中，突然不舒服这样。那对现场的大家很不好意思，也现场辛苦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，麻烦你们了。然后最重要的是我在现场的 lover， 我的 fans 们，对你们感到很抱歉，知道你们排队排很久，然后也等了很久。我会再找个时间想办法补偿你们的。其实我们到现场才知道这件事，但我们有一个点名群组，那我相信大家都会请三个讯息观众来讲。因身体不舒服无法出席，让小乐感到相当抱歉。而男主角一不在，就意外成为其他演员口中的话题。我们私底下话题都是滑板剧，对，我们都在聊滑板，我们都是滑板爱好者，是走板长板的那种。对，小乐这部要滑板的时候，我们就约一起去滑板这样。对，绝对的。对，但是演戏这方面，就是他小乐其实给我很多建议。外表看起来柔柔的向杰如，居然是个滑板少女。倒是卓玉彤饰演的罗莎，果然就是本性演出。剧本写的话，就发现说，其实以我自己的我接受度，好像我还可以再更疯这样。所以以我自己的接受度，我可以再更疯。所以算是本色演出。对，我就是因为很多就是我们第一集出演嘛，然后就很多粉丝就会说，求求你根本就在演你自己啊，说就这个角色就是你这样，很适合。对，他们也说我一出生就是要来演这个角色。不知熊熊可以做自己，曾演出《三明治女孩》的逆袭的 Melody， 黄雨欣饰演的玛丽也让严明浩超羡慕。好笑，所以像我们私底下都会讲说，他都会跟我说，就是副总不能搞得笑，玛丽来帮你完成。嗯，因为他剧中有很多他自己想加的梗，可是跟他的人设不一样，然后我就会想办法把他放到我身上，然后我来帮他演完成，对，完成他想要给大家看到的好笑的东西。心痒痒，有点搞笑。他很痒，他每次在现场都一直很憋，然后他们又很好笑，我都要一直憋笑。他都会在我面前，就是那个镜头是拍我的，他背对镜头跟我面对面，然后我正要好笑的时候，他给我这样，就是逼我笑场，很坏。去上那个PPT 看一下，大家的反应都蛮热烈的。哦，你上 PPT 大家都蛮意外的。为什么？我不晓得。你的形象，他会被骂，还是怎样？但是我会意外。不是，他们都说为什么杰如这个年纪会上 PPT？ 可是这年纪怎么？第一集播出引起讨论的《网红的疯狂的世界》，本周六晚上10点在三立都会台也能收看。周日晚上10点，台视频道则将播出第二集。新鲜的组合加上趣味的题材，朋友们一起给它刷起来吧！完全了，蔡雪采访报道。关注你了。